然后这整个录影，这整个录影的系统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无限触发我们录影功能，只要相机按录，我们这里就会跟着录。所以我们如果按 trigger，我们刚刚是 trigger 嘛？啊，Jesus Christ！那这个 Zollink 系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，就是我们录影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一直手动去按开始，或者是那录影的功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在这个 Zollink 系统里面，我们录影不一定要手动去按开始录影、停止录影。我们这里有一个模式，就是 trigger，就是我们如果相机现在正在录的话，它就会直接触发我们这边的录影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手动去按停止录影、开始录影，它就会自己跑。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办到的，反正就是一个神奇的黑科技。那它也可以跟着我们的 time code 去说，哎，到底有没有在录影的部分，它也会自己侦测。反正就是一个自动化，你相机按 roll，它就一起录，相机 cut。这边也是 cut，然后你就可以轻松的回放我们的档案，这真的是超方便呢。